妈，儿子，妈妈终于找到你了呀！你们都听到了，他叫我妈妈耶。是的呀，我是唐一白的妈妈。哎呦 ，QQ， 臭小子！哎，好久不见。我跟你们讲啊，认识你们很开心的。啊，你们这个我先替儿子收下了啊。你们不晓得啊，我们家一白啊是有女朋友的，不过没关系啊。 你们都那么年轻啊，嘎，朝气蓬勃的，多交些朋友，没关系的啊，很开心认识你们。你们有时间到家里来玩啊，到家里来玩啊。妈，我有点事儿跟你聊一下。好，开心认识你们啊，到家里来玩啊。哎，拜拜。哎呀，大家不要沮丧啊，这唐一白虽然有女朋友，但是你们可以不空缺啊，只要你们喜欢，随时联系你们，好不好？那个林燕，你来，我有时间走了，拜拜。 我缺缝纫。你干嘛？你自己干嘛搬梯子呀？休息室灯泡坏了，道管理室也没人管，那我只好自己来。我来帮你吧。不用。没事，我来帮你吧。哎呀，不用。我来吧。你呀，帮我在这扶着。 洋洋，上次接上那个事儿，我对什么呀你？对了，灯泡给我。其实我想说的是，我对。你想说的是你对不起是吧？我什么我？ 谁要说对不起了？我的意思是说，对一般人来说，哪有女孩子像你这样，自己搬梯子换灯泡的？那你现在什么意思啊？那你就是在怪我了。哎呀，我没有怪你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在你生气之前，你好好检讨检讨你自己吧，什么事都要自己来，怎么能怪我把你当女汉子呀？好，我跟你道歉行了吧？ 是条女汉子，够man的。杨姐干得漂亮，厉害。可以啊。走。林朵，我们娱乐线刚刚开完会，确定用唐一白作为头条，想要问你要一下唐一白的信息。 唐一白又不是艺人，你们娱乐线的唐一白的资料干嘛呀？他不是艺人，但他是最近几天最火的人物，你知道吗？唐一白昨天获胜了新闻播出以后，有一堆平时从来不看体育新闻的姐姐妹妹们全部都迷上了唐一白。真的？当然是真的了，不信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看到了吧？一堆网友全部都在模仿他。啊，好，没问题。 我一会儿整理好他的采访稿件和图片，我都发给你。辛苦你了，云朵啊！没事，没事，没事。云朵，嗯，运气真不错，算你押对宝了。虽说是第一轮比赛，但是唐一白不光破了欧阳恒的记录，而且把成绩往上提了0.3秒。再加上以前唐一白曾经挑战过欧阳恒，这个事已经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 从今往后，要找新闻点，你就跟着唐一白，准没错。林总，哎，刘总，之前你替南阳体育大学做专访的时候，有没有多拍一些关于唐一白的素材？有啊，当然有啊。Good，
唐一白这次刚复赛没多久，相比之下你的这些素材就要丰富很多。那刘总的意思是我要你就这些素材啊重新剪辑整理一下，重点放在唐一白在面对非议时特别的淡定，认为成绩才是最有效的反击，等等等等诸如此类一些正能量信息，抓紧时间提交审核上校啊。嗯，别忘了加独家。我有预感这次唐一白要强势崛起，好好准备，明天开会我希望你能写出一个关于唐一白为主题的系列报道方案出来。是，干活。继续努力啊，加油加油。哎呀妈，再见啊。走走走，这给我干什么呀？我要拿着的呀。妈，你没事跑学校来干嘛？我找你呀。我找你是有事情要问清楚呀。找我你给我打电话就好了，你何必亲自跑来呢？你有主动的给我打一个电话吧。你要是能够好好的接我电话，我何必嘎远的跑过来啊。好，我错了，有什么事要问你就问吧，我等会儿还有课呢。开门见山，你跟云朵到底是什么关系啊？我老实告诉你啊，我很喜欢云朵。你要是对人家有意思啊，我这个当妈妈的我一定帮忙哦。我们母子连心一起收了云朵做媳妇，你看好吧。妈，你别跟着瞎搅和了，我跟云朵就是普通朋友。怎么会是普通朋友呢？哎呦，我从来没有看到你对哪一个女孩子那么热络过啊。就你们那个眼神啊，就那个笑容啊，你骗得了别人，你骗不了当妈妈我呀。哦，我都看到了呀。妈，现在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比赛，在没拿到成绩之前我是不会谈恋爱的，也不会喜欢上任何女孩子。唐一白，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你别跟着搅和了。好了，你要是不喜欢云朵，那我就把她介绍给你表哥来。妈，你认真的？哎，是你讲的呀，你们是普通朋友，你又不喜欢云朵，你又不想跟人家谈恋爱，干好的一个女孩子哪能肥水流了外人田呢？啊，不能当儿媳妇，总可以做亲戚吧，对吧？唐一白，不要怪我这个当妈妈的没有提醒你啊。到此为止，你就嗨嗨皮皮的去比赛啊，去训练好了。再见，搞嘞，搞死嘞！在我面前耍傲娇啊！哎呦，你不晓得你妈妈是傲娇派的掌门人啊！当初我在你爸爸面前口是心非的时候，你还不晓得在哪里，逼着我下狠招呀！好呀，我就把云朵介绍给别人，我看你还承不承认你喜欢云朵呀？真是！睡啊啊，大宝贝儿啊啊，快去睡快去睡快去睡，大宝贝儿快去啊。云朵啊，洛爷啊，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然后我是不是吵到你了啊？没有没有啊，我就是有点心里话想跟你讲，睡不着呀。怎么了？什么事儿啊？你这个周末有时间吧？来，这周末啊？啊，这一个礼拜工作挺累的，我还说周末就在家休息了。
那就是有时间，对吧？哎，好呀好呀，来来来来，坐下坐下，来。云朵，陆阿姨啊，实在是不忍心看到你刚好的一个小姑娘，为了工作失去了大好青春啊，所以啊，我决定，我要替你介绍男朋友。一白，不好了，事情非常严重。怎么了？你妈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说要把云朵介绍给你表哥。这样下去的话，不是个办法。我觉得咱们要不要抢在你妈之前先表示表示？不需要。不是吧？都遇到这种情况了，你居然还这么淡定？第一，你以后别背着我跟我妈讲电话。你们两个脑回路异常的人凑在一起，肯定没什么好事儿。第二，我妈能跟你这么说，也只是想让你传话给我，想要给我施加压力，让我难堪，这是激将法。你确定？我妈那么喜欢云朵，她是不会把云朵介绍给其他男生的。哦，我觉得你错了，我觉得你妈这次是来真的。你怎么知道？因为我才帮你妈订好云朵跟你表哥吃饭的餐厅，今天晚上6点半 ，VIP 情侣套餐。说实话吧，之前我也不太赞成这个事儿，但是你妈发给我你表哥的微博，这不看还好，一看呀，惊为天人。你自己想想吧。咱们平心而论啊，你表哥条件还真不差，又高又帅，又是外科医生，平常没事呢还去参加医疗团队的义工，每张照片啊都是阳光灿烂，正能量十足，是女生很难不喜欢吧。尤其啊，是对云朵这种三观端正的女生，跟你表哥简直天生绝配。我要是云朵，还真找不出不喜欢她的理由。哎，不是，唐一白，我话还没说完，你去哪儿啊？我要回宿舍做英文题。做英文习题？哼，有意思，这下靠谱。喂，阿姨，是我。对对对，事情都搞定了，可以，没问题。对，好，一白肯定出现。好嘞好嘞，嗯，拜拜。爸，嗯，怎么样？一白了。你老婆呢？人呢？在啊，在啊。嗨嗨嗨！我儿子找你呢。哟，飞宝宝，你儿子回来了。太阳是不是打西边出来的呀？今天是什么日子呀？你哪能有时间回家呀？哦，你是专门来找云朵的对吧？你回来的好尴尬呀，云朵没有时间跟你在一起呀。今天晚上啊，他要跟你表哥令晨一起去吃饭呀。妈，你为什么非得给云朵介绍对象？奇怪的不要不要的，我为什么不能给云朵介绍对象？我跟云朵啊相处了这么久啊，我的心啊暖的嘞，我这个气呀顺的嘞。刚好的一个姑娘啊，哪能没有男朋友啊？有一天啊，哎呀，我这灵光一现啊，我突然想起来了，令晨也没有女朋友啊。我觉得他们俩蛮登对的，你觉得呢？啊？谁叫有些人曾经说过的呀？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比赛，没有出成绩之前，我不找女朋友，我不谈恋爱。哎，对吧？是你讲的吧？最早呢，我也觉得你跟云朵还蛮般配的，可是你们不来电呢，我不能勉强你们，对吧？女孩子哎，最重要的是什么呀？青春呀，青春是耽误不起的呀。你要真的是云朵的朋友呢，你就祝她幸福呀。
云朵飘飘呀，要飘走了耶。除非呢？除非什么？除非你对你自己说过的话感到后悔呀。我现在还没有谈恋爱的准备呢。云朵，其实呢，其实你也是晓得的，我老喜欢你的，我真的是想让你当我的亲生女儿呀。我甚至想过啊，想撮合你跟我们家唐一白在一起。陆阿姨，哎，你什么都不要讲啊。我晓得那是不可能的。唐一白呢，那心思都在游泳上，他没有什么想法去想其他的事情呀。但是啊，唐一白是唐一白，你是女孩子呀，你的青春啊，跟那个游泳运动员的黄金时期是一样一样的快的嘞。你为什么不抓紧大好时光，把握自己的命运，轰轰烈烈地去谈一场恋爱呀？啊，哎呦，恋爱的感觉啊，那种味道啊，那种浪漫啊，那种美好啊，那才是一个女孩子应该享受的福气啊。陆阿姨，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但是我现在没有恋爱的对象。所以呀，我给你介绍呀。我跟你讲啊，我给你介绍了，我不是让你马上定下来。朋友嘛，在一起吃吃饭，聊聊天，就当多认识了一些人，不好吗？有什么的呀？就像陆阿姨说的，就当认识一个新朋友嘛，不就是吃顿晚饭吗？云朵，放松点吧。是，我是挺后悔自己说过的话的。儿子，才怪！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搞的什么鬼点子，你以为我会轻易就中了你这种蹩脚的激将法吗？你，你怎么在这儿啊？这是我家。你穿成这样是要去见我哥？啊，那个云朵，我已经把你要跟令晨一起吃晚饭的事情告诉一白了呀。啊，是啊，你现在是准备回队里了？啊，我今天队里没什么事儿。我听我妈说你要跟我表哥吃饭，我也好久没见他了。我跟你一块儿去呗。你跟我一起去？对啊，你跟我表哥又不认识，两个人吃饭多尴尬。我去了作陪，你们还能自在些。云朵呀，我觉得一白这个主意还是该有道理的。那好啊，谢谢啊，有你在的确可能会好一点。不过你要穿这个去？哪能啊，衣服不好看呀、啊，我特意给云朵买的耶，多漂亮呀！好看，我觉得蛮好的呀。好看吗？好看。啊、那个，你要照顾好她啊！你一定要照顾好云朵啊！好嘞，好嘞，好的，好好的玩啊！你马上要把她送回来啊！好好啊，注意安全，晓得吗？好嘞吗？啊，好好的玩啊，云朵，好好的啊，一起啊！哎呦我的妈呀！那个，据我对我表哥的了解，他一般约女孩子出去，第一次都会去一些比较轻松的地方。你穿成这样去了也不自在，还不如换回你平常那些牛仔裤什么的。你确定？你相信我，男人都喜欢自然美。你这小红脸蛋儿，口红都擦掉，还有饰品也别戴，越朴素越好。可
这是阿姨准备的。哎，女人都不懂男人，我是男人，你相信我。那我去换一发。等你。你真的觉得我穿成这样可以吗？第一次见你表哥，哎，会不会挺好的？穿成这样，什么都没露，非常好。啊？好吧，我的意思是说，跟男生第一次约会嘛，穿得太隆重了反而不自在，穿成这样反而更轻松。好久没见了。是啊，表哥，好久不见。你好，我是梁令晨。你好，我叫云朵。云朵，这名字真好听啊，很适合你。啊，很高兴认识你。表哥，太久没见了，好想你。咱们走吧。啊，走吧。哎。你也去啊？是啊，平常我们也见不着，你忙我也忙的，今天刚好有机会，大家一起吃个饭吧。正好我跟云朵也熟，有我在你们也不怕没话聊吧。啊，你说的对，那咱们就一起。嗯嗯嗯，走吧走吧走。来，云朵。走呀走呀走啊。我坐后面就好了。啊，好，谢谢。没事。云朵，赶紧尝尝，这家菜很有名的。嗯啊，你不是说你表哥第一次带人出来都是比较轻松自在的环境吗？对啊。可是你看看这周围，谁穿着个 T 恤牛仔裤就来了？除了你和我，你看人家服务生穿的都比我得体。会整我呢？没有。哎，你们俩在说什么悄悄话吗？没有没有，没事儿。赶紧吃吧。哎，怎么样，好吃吗？嗯，好吃。多吃点。哎，对了，那什么哥。我听陆阿姨说你是医生啊。是啊，去年我刚从医学院的博士班毕业，目前在一家三甲医院工作。嗯，那你是什么科？心脏外科。心脏外科？我听说心脏外科很辛苦的，哎，动个手术都是七八个小时。是挺辛苦，不过最辛苦的倒不是协助给病人手术，而是碰到那种特别不理解我们的病人，还有病人的家属，那我们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能理解。干嘛呢？送你啊。这是什么？小兔子。不觉得长得很像你吗？像吗？像。哪儿像？我耳朵有那么长吗？有。这哪里像个兔子啊？看起来倒像是一只小鸟，是吧？哎，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好。
最近如何啊？还是在忙着准备比赛吗？是啊。哎，有没有谈女朋友啊？没有。没有女朋友？嗯。怎么可能啊？我可听姨妈说了，你们学校有很多女孩都挺喜欢你的，是吧？还有人想当着她的面跟你告白呢。别听他瞎说，他这人就唯恐天下不乱。哼。那你呢？有没有喜欢的人啊？喜欢的人吗？倒真没有。但是最近呢，总有一个女孩常常出现在我心里。她有双会说话的眼睛，笑起来的样子也特别好看。每次当我训练特别累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应该为了他再多努力一点。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但是我想，不管发生什么事儿，我都不想让他对我失望。你们俩在这等我一会儿，我开车过来接你们。不用了，表哥，我送他回去就行了。明天一早你还得回医院呢，早点回去休息吧。哎呀，没事儿，还是我送你跟云朵回家吧。哎，不用了，凌晨哥，不用麻烦了，你自己回去就好了，真的。对对对，好了好了，谢谢表哥请我们吃饭啊，改天再聚，改天再聚。早点回家，表哥。喂。凌晨。是小姨呀、啊，哎，怎么样，聊得开心吧？啊，进展得顺利吧？姨妈，你放心吧，一切都按照你的计划走，很顺利。哎呦，真的？当然了，姨妈，我觉得你根本就没有必要替姨爸担心，还大费周章的设计这场饭局。我看得出来，姨爸他挺喜欢云朵的。真的吗？那太好了呀！刚刚吃饭的时候，我趁机问一白，我问他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你猜他是怎么回答我的？还是觉得自己游的成绩不够好？哪有，很好，唐一白是最棒的，加油！真的。甚至当我遇到挫折，感觉压力很大的时候，只要想到他看着我笑，对着我喊唐一白加油，心里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有一股力量。那我们就不坐车，我们走路回去。刚刚吃完饭就当消消神。你确定？好呀，那我们就散步吧。嗯。看这儿，往右。我怎么觉得这路不太对啊？黑漆漆的，感觉一个人都没有。这导航怎么导的呀？是吗？啊，你看，前面都没有灯了。原来啊，这个地方人还挺多的。只不过后来发生了一些事儿，就变成这样了。生什么事了？想知道吗？你快说呀！原来这条路上有70多户人家，100多口人。可是就在那个月黑风高的晚上，突然，这100多口人全都消失了。他们怎么了？怎么了？
想知道吗？你快说呀！你过来，我告诉你。因为拆迁，大家都关心房子，然后就都不住在这儿了。唐一凡，你吓我干什么？你吓死我了！你可真可爱，这种事情都会被吓到。诺，你后面有人。哼，别想再吓我！我在戏里我就是猪，你以为我不知道？电视剧都这么演的，小猫飘过。哎，有没有钱的？啊，有没有的？带钱？给我去买点酒。你愣着干什么？我要你买酒去啊！给我买酒！啊，是不是很疼啊？没事儿，都是小伤。你怎么了？不知道。你是害怕我出事吗？你以后会是国家级的优秀运动员，我不可以因为保护我而受伤。你看着我的眼睛再说一次，你担心我，害怕我受伤，只是因为未来我有可能是国家运动员。只是这样，我只知道我不能没有你，因为你是我。妈，你们不要管我啊！你们继续，继续啊！我这个人吧，最爱看爱情的电视连续剧了啊！我最讨厌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候啊，他插播广告，哎呦，搞得那个心里急的嘞！不要的呀，妈，我刚刚是因为云朵她害怕我，所以我在……对对对，陆阿姨，刚刚是因为我哭得太厉害了，是一白在安慰我。嗯，我懂，我懂的，就是朋友间的相互关心，对吧？我懂的，你们继续，继续啊！啊，我再说一句啊。你们在一个画面里哦，嘎般配，嘎有腔调，老美了。我不告诉你们，你们不晓得呀。
继续啊！我走了，继续啊！你不用理我妈说什么。没事儿，阿姨开玩笑呢。你先回去吧，我送你上车。不用了，这么晚了，我担心你一个人回来，我自己坐车就行了。可是你受伤了。这都小伤，没事儿。你刚也受那么大惊吓，早点回家休息吧。好吧，那你回去早点休息。我会的。晚安。晚安。六二三四五六七八，七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二三四五六七零。好，换腿。来，别偷懒，别偷懒了啊！赶紧，把腿往后。好，使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我跟洋洋还没和好。七八五二。谁知道呢？谁不知道他要生气多久？你对他说这么过分的话，他不原谅你，你是情有可原的。怎么过分了？我只不过是看她穿裙子，多说两句也不行。平常跟个男人似的，谁看到她穿裙子，你会被吓到的。怎么一个比一个吓人呀？袁教练今天好漂亮啊！又没今天吃错什么药了，穿成这样。
梦想杯第二轮的分组积分赛很快就要开始了。为了提高大家的水平，我特意邀请了亚洲精英培训队的费玉总教练给大家进行为期两周的特别训练，大家鼓掌。大家好，我叫费玉。游泳是一项只要停下来就要结束的运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我们一起齐头并进，共同达到更高的境界。这个费教练有什么了不起？精英培训队的总教练很厉害吗？当初我们袁总教练要不辞退教练团的话，说不定现在总教练就是他了吧。林爷，我说你是真傻还是装傻呀？这个费教练出名啊，不仅因为是亚洲培训队的总教练，他还有一项特殊恐怖的技能，对不对啊，洋洋？别动我。什么费教练啊，让他教就是费时间，我告诉你。还有什么金手指是吧？经手经过别人辛辛苦苦教出来的学生，随便喷两句，功劳全变成他的，不要脸。为了